中学管乐社20周年纪念音乐会管乐风情画 OP25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雨欣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佑香。丰州管乐历经了浩浩荡荡的20年，去年暑假几次暴雨造成社办二度淹水，多项乐器严重受损。感谢各位校友、家长和老师的帮助，让损失减至最小。未来我们仍需要在座各位师长朋友的支持与协助，使我们能更加稳健地往前迈进。感谢各位对风管的用心。现在让我们邀请代表罗瑞宏校长参加的张品强主任上台，为我们带来几句勉励。各位家长、来宾以及老主任、主教，还有校会总干事，还有徐老师，还有我们管乐社的大家，大家好。我是丰高中新任的学务主任，那在此欢迎大家的莅临。那特别要讲，因为我们今年是20周年，那相当的不简单啊，因为我们整个管乐社的表演演出，不只要这一批这么优秀的同学，也必须要在座所有家长的支持，永续的支持。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优秀的指导老师，更重要的还有我们校友会的资金的挹注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比较可惜的是，我得到讯息是下一个学年这个经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经费校会那边的经费可能无法再做，跟着家长会那边的经费可能没办法再做挹注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回到学校会再跟整个管乐社进行沟通，我们看要怎么做一个转型调整，再继续来把它经营下去，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。那因为校长刚好在国外，那再次请代表校长欢迎大家的莅临。那我们预祝我们的管乐社表演会成功顺利。好，谢谢。